叙利亚政府军一名准将4号引领媒体记者来到刚刚结束激战的大马士革塔德蒙地区，那里据信是反政府武装在首都最后的据点。这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准将自称率领政府军在塔德蒙与反政府武装激战，在当地时间4号14时夺回塔德蒙的控制权。双方交火从上月15号开始，按叙利亚通讯社的说法，政府军本月1号起对大马士革农村地区、亚拉达、阿尔投资等地武装分子据点发起攻击，打死并逮捕多名武装分子。首都局势趋于平稳的同时，政府军和反对派武装在北部城市阿勒颇的激战仍未结束。一名驻派在阿勒颇的叙利亚安全官员称，阿勒颇的战役还没有开始，关键部分即将到来。这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说，增援部队已经抵达阿勒颇，包括至少20000名地面部队士兵，同时反政府武装也在增派人手。阿勒颇是叙利亚第二大城市，控制这座城市对冲突双方而言至关重要。联合国叙利亚监督团先前证实，主要反对派武装已经准备包括坦克在内的重型武器，而政府军一方在冲突中使用了战斗机。